Hello 大家，我是磊哥啊。今天刚好是元旦了，已经过了零点了，然后这个四尾上架，对吧？其实有的时候还不想招，但是想想，反正作为新年第一个忍者吧，那我们就把它招下来啊。一次，两次，买个五个吧，两次加五次就是七次吧，这是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。第六次，第七次，我的妈呀！第七次都给我两片，一二三四，再买五次，第八次，第九次，好像不要买五片了，第十次够了，还多买了两个啊，浪费。走，去把它招出来。主要是我这个凑齐人助力啊，是吧？一二三四五都有了，一二三都有了，怎么能少一个四尾，对吧？我们看，描述，当今这个全身上下缠绕高温的熔岩，持续25秒，是吧？当进入什么熔盾查克拉模式后，将会变成烈焰回旋踢，释放带火焰的回旋踢，很溜嘛。这好像是不一样啊，是吧？开了一技能以后效果不一样，释放奥义会强制结束。哇，这种模式啊！哎呀，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任务过一下啊，招募、领取，然后我们去练习一下。来来，顺便把任务过一下啊。哇，这个任务。咱们尽量接 S 级的任务啊，这边有这个尾兽任务，它的奖励会多一点，S 级的任务奖励也会多一点。然后我们开打，哇，我就发了5000多金币了，有点舍不得，因为感觉下一个 S 人啊，是吧，就要出来了，金币本来应该要存着抽那个 S 人用的。但没想到这个赛季直接出了，那咱们不用也不行，在哪？四尾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三尾的最后啊。元旦，先祝大家元旦节快乐啊！我们先来普攻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，我操！哇，这个连招好溜啊，个子看过去很小，但很能连哎。操，这可以无限连吗？好像不行啊，我都已经连了好几套了，我就按着平 A， 我的手都没放开，好像不行了啊。哇，变态了，变身了啊，变的速度可快了。哇，这什么鬼啊！好暴力的感觉！靠，这技能还是往弯线啊！我们来看大招，变成大猩猩啊！这应该是全体攻击吧？不能连招啊！在这种状态。没有变身的情况下，好像就是普通的射击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好吧，咱们去打一下实战。练习的差不多，当然不能打段位啦，对吧？调整一下，咱们把尾兽都扔出来吧。哎，在哪里？四尾、三尾、二尾，OK。最高的呢？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主要是他的人助力。如果是再像那个长的那个大锤子，我也不会去招这玩意儿。人助力还是值得收集的，对吧？毕竟火影忍者里面的人助力一个个都挺强的。
战斗开始。好了，先跑一下。哎呦，这还能打得到我？打不到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！靠，怎么还往回呀？我去！哇，最后一秒钟还给他反扑了，逆袭了！我擦，哥，这我的第一次，能不能给我一点好的？对吧？第一次怎么能让我这么快就死了呢？戦闘開始！カトバ流丸の術！哎呦，这都能打得到啊！别把我打死了！哎呀，还是被他打死！哎呀，多玩两下，就这么死了，太不没劲！感觉二尾好看一点，二尾毕竟是个女性角色，来吧。这个二技能能跟踪人啊，三尾还跟六。戦闘開始。快跑快跑！一个大招！我还以为我空呢。主要是想展示四尾，没想到三尾比四尾还溜。这个掉线了吗？鬼灯水月白，戦闘開始，先来一个大火喷。乖乖，这什么鬼技能？打完就跑，这是叫骗分身的技能。还能连招，哎，我刚才怎么没有连起来？咦，跑掉了，我去！我正打得正爽的时候，他好像是可以控制方向，技能就可以多释放两次。第一次玩还是要有待练习的。二尾、三尾、四尾，谁最溜？
斗开心。怎么又是？哎呦，哎呦呦！好溜！来个奥义，看一下奥义画面是什么？主要是为了看奥义画面。我和孙悟空都不会放过，要不然我也不会。这个其实是平 A 都能 A 死的，换大招就是为了看奥义。哎呦！靠我妹！你不是往那边走的，为什么会往那边走？疯了！哎。操作失误，操作失误，来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反扑的。哎，有点卡，有点卡，有点卡。还是三维好用一点，它这个四维比较粗暴。哦，去打一把吧，卡住了它。嗯，你就再打一把，睡觉。跨年，陪你们跨年，我玩四维，嗯。都是妹子，全部推倒。我 WiFi 关了呀，怎么还这么卡？戦闘開始。没有的，失败连招。怪怪。我操！什么时候过来这边也能打得到我？一声吼叫啊！又没血了，这个不太会用啊，还技能还是不太了解。戦闘開始。哎呀，回声哎！我操，我操！哇，这一脚踹回去，左飞右飞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啊，通通推倒了，推倒两个。戦闘开始。
我操，这么快！好，终结了。通通推倒 ，OK。这个大招很暴力啊，全屏攻击，还可以吧？好吧，先玩到这吧，谢谢大家欣赏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公众号我就解说，然后后续会带来更多这个游戏视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